复兴是指发生在欧洲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以意大利半岛为核心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是相对于中世纪黑暗的一种解放与光明，带来了一系列的科学与艺术革命，也被视为近代开始的象征。文艺复兴与之后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并称为欧洲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十字军到阿拉伯世界的东征遭到抗击，却也带回了古老的希腊文明精神以及崭新的阿拉伯文明成果，并由此触发了一次不小的文化飞跃。最终通过这种文明思想，他们把自己从专制的宗教禁锢之下解放了出来。文艺复兴运动的物质基础很可能是欧洲宗教支撑的十字军东征，但其最终的结果却是欧洲挣脱基督教的一个开始。从文明交流传播看，十字军东征是整体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的一次长距离文明碰撞，随后的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欧洲人，尤其是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诸城。亚平宁半岛不仅是这些城市的所在地，也是梵蒂冈教廷所在地。那里是当时欧洲的首都，是欧洲的心脏与政治文化的中心。这个十字军东征的集结中心还逐渐被培育成一个商业与经济之都，加之他们还保留了罗马帝国的华贵传统，这些都是文艺复兴的基础所在。这个时期还与一个温暖期对应，天时地利人和，为一场文明爆发提供了有利条件。确立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神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是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神的地位尽管要再过三个世纪才会真正受到挑战，但趋势已在。欧洲人决心以恢复一直被基督教压抑的古希腊文明为借口，而与罗马教廷展开斗争。一些教内抗议活动已开始在东欧出现，教会在绝对权力下积累的巨大财富带来超级腐败，是引发欧洲人反省的另外一个基础。从15世纪，各种宗教改革开始出现，但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物质基础，经济才是美好愿望的坚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彻底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的时间会是工业化完成时期。12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在高度发达的商业与经济支持下，社会政治也明显体现出反君主制要求。所谓最初的资产阶级在巨大财富背后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欧洲各个国王尽管表面上对教皇俯首帖耳，但随着教廷腐败对于圣洁权威的消解，人们越来越愿意依附于国王的权威之下，欧洲的天平开始偏转，最终形成了欧洲政治世俗权力与教廷两套班子的分庭抗礼。公平、公正与自由重新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追求，学术与思想、艺术普遍在财富与教廷的共同支持下得到极大发展，最终艺术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财富的积累标志，而艺术也是最方便的意识形态突破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大批意大利人移民至同属于拉丁语系的西班牙半岛，文艺复兴的巨大利益来源于东方商路的开通，这曾经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激情与启发。东边
边的商路逐渐被奥斯曼帝国封堵之后，他们就在文艺复兴的一系列新科学思想与技术的支持下，开始向西探索。从利比利亚半岛开启的发现新大陆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是一个连续的历史事件。正如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总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绝非一次偶然。著名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并不是第一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思想革命。随着欧洲文明与科学的不断进步，宗教的僵化统治结构从许多方面开始出现与欧洲世界的不适配，这种系统性的土崩瓦解已成一种趋势，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场革命。1428年、1518年、1522年和1531年，西班牙连续发生损失惨重的大地震。作为天主教最坚强的堡垒，最虔诚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与精英们开始怀疑，为何是他们受到如此的惩罚？很多教徒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已在欧洲流行很久的天文学日心说，于1543年被哥白尼集大成出版，推翻了之前教会钦定的地心说，教会的权威逐渐被削减，挑战旧约的进化论从此也在欧洲播下了种子。教廷的荒淫腐败只是压垮教会的最后一根稻草，西北欧的新教与清教徒们在对抗赎罪券的改革呼声中逐渐显示出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气候可能也从背后支持了这个改革。对于梵蒂冈的抗议改革，不是发生在温暖的意大利，而是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中欧与北欧地区。上帝将死，被加冕的王权就要寻找新的依靠与统治手段。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就在这种背景之下横空出世。有关统治术或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哲学家在轴心时代已有所思考，这方面主要代表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之后的欧洲主要被基督教统治，所以政治思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第二波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国家问题。尼古拉·哥白尼是一位波兰人，他18岁时在波兰学习医学成为医生，23岁时到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留学，又成为一名教师。天文学是他的业余爱好。天文学无论在中西方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烧死布鲁诺的火刑柱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由于惧怕教会加害，哥白尼在临死前的当天才拿到了出版的日心说著作《天体运行论》。欧洲这一压抑的气氛并未很快发生改变。一个世纪后的1637年，笛卡尔为了避免教会迫害，他的其他一些重要著作也都是匿名发表的，如《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等。波兰这个孕育了哥白尼的地区处于高纬度，哥白尼的出生与成长地是托伦市，相当于中国今天版图的最北端，但这里却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这非同寻常。一则说明了当时的气候温和，二则说明欧洲东北地区即将崛起。一般的革命性天才级人物不是突然的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征兆或象征。到16世纪，数学这一科学领域的基础语言，除了意大利这个欧洲的实际首都之外，德和英法等地
也已得到明显传播。之后，诸多科学家与思想家，比如笛卡尔，生于法国，居荷兰20年，死于北极圈上的瑞典。斯宾诺莎生于西班牙，逃亡于荷兰。莱布尼茨出生地是北纬42度的莱比锡。偏北欧洲的群英荟萃，构成一种奇特的文明井喷现象。俄罗斯文明随后也开始起飞，至此欧洲已成为近代文明做好了准备。这些现象还说明这个时期的欧洲已具有一定抵御寒冷的技术条件，舒适区已经从温带扩展到了寒带地区。总体看，这前后在欧洲发生的两件大事使得与今天的世界更加接近了。首先是欧洲文明重心继续西移，最西的伊比利亚半岛逐渐成为欧洲的中心，同时与之作伴的是法国路易十四家族的统治，他们是之后西北欧崛起的过渡基础。第二件大事是文艺复兴带动的梵蒂冈统治的松动，新教革命此起彼伏，亨利八世因为婚姻问题戏剧化的与罗马教皇斗智斗勇，最终创立新教。在英国，他把基督教正式置于王权之下，为欧洲的宗教压抑打开了局面。假如说所谓现代性的最初显现是出现在古希腊文明之中，那么第二次就是这个时期的进一步加强了。